我是热爱博，今天是107年7月12号，高雄段，就8:39，所拍摄是青瓷车厢 PPP2503，以及3123次金融平东线看我平东的区域监测。以及302次经由南湾线看往新左营的 DR3000型九辆编组柴联自强号，哎，一带有小圈证，3123次一带有小圈证，也有800型区域监测。用839加上840为小圈的，一带有小圈的。因为839加上840，一带有小圈的。谢谢各位看到视频，可以在很多店铺到一起观看一遍。